全新梅赛德斯奔驰 GLB SUV 邀你探索峡谷第一线。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峡谷第一线，我是解说泽源。 LPL 夏季赛第三周的比赛已经圆满结束，老将们逐渐找回了应有的状态，而新生力量也在激烈的角逐中崭露头角，向我们展示着 LPL 的无限可能与活力。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赛场，欣赏一下他们的精彩表现吧。你永远可以相信宋一进，是人们对 Rookie 一贯以来的评价。作为 IG 战队的绝对核心， Rookie 始终保持着极佳的竞技状态，深不可测的英雄储备，精妙绝伦的细节操作，让他总能在战队需要时挺身而出。在 IG 对阵 RW 的第二场比赛中， Rookie 所下卡牌展现了他对中路支援与游走的完美理解。游戏时间5分40秒， RW 四人越塔将奎因击杀，但游荡在反野过程中用作位移的隧道却为自己留下了隐患。The Shy 回线途中释放的敏锐感知准确捕捉到了隧道的方向与充能情况， IG 中野立刻展开包夹，果然在风会鸟处发现了正在打野的雷克赛。 Rookie 随即开启大招点亮视野，带起点掉喷射球果后迅速传送至游荡身边，一张黄牌直接定身。尽管雷克赛尝试反打，但在盲僧支援的情况下始终无力回天， IG 顺利扳回一城。游戏来到9分30秒， Rookie 发现敌方中野在上半河道排演，在得知 EZ 闪现尚未冷却的前提下，立即沟通队友向下路发难，锤石逼出色敌闪现的同时， Rookie 大招落地直接绕后阻断了 RW 的退路。随后黄牌定身配合万能牌持续输出，率先击杀对方辅助，再果断交出闪现，黄牌定住 EZ 帮助盲僧拿下双杀。与此同时，意图再次包烧 The Shy 的敌方中野在被卡牌暴露位置后只好无奈选择放弃，这波此消彼长的支援让 IG 成功逆转形势。而在对阵 EDG 的第三场比赛中， Rookie 则祭出了招牌英雄鬼术妖姬，在自己冠军皮肤的加持下再次带领 IG 走向胜利。游戏时间13分钟，察觉到敌方 AD 带线意图的 Rookie 径直赶往下路，开启扫描后魔影迷踪直接过墙开始蹲伏，恰巧遭遇雷克赛清扫视野，但 EDG 却并未察觉到这个蛰伏的刺客。在后毫无预警的接近时， Rookie 甩出一套 EQRW 全重接引燃的丝滑连招，没有猫咪保护的 EZ 瞬间暴毙。在受害者的第一视角中，我们似乎也能感觉到 ADC 选手的些许无奈。比赛来到22分50秒， IG 众人选择小龙 B 团， EDG 在一旁准备接战，又是 Rookie 开启扫描隐匿在草丛中静静等待时机。随着 EZ 甩出精准弹幕抢龙失败， EDG 露出致命空档，妖姬当机立断闪现 RQW 加引燃瞬秒 EZ， 用命的治疗术甚至没能赶上 AD 血条消失的速度。而在 Hope 的视角中，这波0.52秒完成的致命突袭确实没有留下多少反应与操作的空间， IG 大获全胜。游戏后期单带的妖姬已然无法处理， Scott 迫于压力赶来守塔，双方互破女妖面杀，来回试探中 Rookie 抓住催眠气泡冷却的空档， WRQ 接引燃压低左翼血线。而在发现敌方众人前来支援时，瞬间做出判断，返回 R 技能标记处一记精准的幻影锁链直接击杀左翼，尽管随后被 EZ 收下赏金，但在牵制四人反杀一人的情况下，队友轻松拿下了下路高地，并在接下来的团战后顺利终结比赛。Team WE 的传承里流淌着无法被击溃的意志，而接过前辈旗帜的 WE 3.0 亦是如此。自夏季赛以来，随着阵容逐渐磨合， WE 渐入佳境，几位年轻的选手也仿佛在用自己的实力一笔笔描绘着未来可期四个大字。在对阵 FunPlus 的第二场比赛中，旧梦亮出成名寒冰后悲伤锁下了千珏，版本并不常见的双射手阵容却在这场对局中收获了奇效。比赛来到21分40秒， FunPlus 的中上两大核心在边路各自带线，天宇林伟翔一头蹲人却浑然不知自己正站在脸上，旧梦果断一发魔法水晶剑命中男枪，泰坦配合 Q 技能接平 A 禁锢，加里奥紧跟英雄登场打出一套漂亮的控制链。待众人集火再收大树后，悲伤一个扬铃生息及时保下秒表结束残血的 T-shirt 码，万豪蓄意轰拳未果含恨黑屏， WE 势如破竹拿下大龙，局势开始走向逆转。
十分钟后 ，W 尝试大龙 B 团，还是这个熟悉的位置，寒冰一发魔法水晶剑再次晕眩天使，泰坦闪现跟 Q 打出控制，逼出天使大招。随后加里奥进场，配合奥恩一声扬来，宛如三尊悍将，把交战路口守得固若金汤。当大树和万豪先后倒下，天使再无输出环境，只能选择后退拉扯。追击中，悲伤提前开启大招，规避致命伤害，保下救梦的同时持续输出，砍下三杀，赢下团战的 W 众人顺利击杀大龙，彻底掌控局势。下面的环节，让我们再来看看上周的比赛中又发生了哪些有趣的画面吧。首先登场的是滔搏的下野辅三人，在 Jacky Love 一波三杀团灭敌方后，三人同时冲向敌方基地，想要结束比赛。平日里受尽阿水欺压的卡萨突然顶起一根寒冰支柱，把 Jacky Love 牢牢地卡在身后。阿水聘出的一路问号仿佛在说，拉哥你怎么回事？没想到此时身前的预言家也瞄准卡莎，发出一记疏通航道，开始快乐起来。看来对阿水不满的不只是卡萨，滔搏队内不合实锤。全技能的 Sword Art 在追逐残血人马，可谓气势汹汹。看着眼前逃跑的奥迪，这一刻他猫皇黄星附体，阿空闪现 Q 空，可惜平 A 不能一直空。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承载着万千辅助救死扶伤的意志，最终放跑了人马。赛场上总有胜负，难能可贵的是在失败中汲取经验，并在逆境中突破自我。无论是老将还是新兵，唯有不断拼搏，才能在 LPL 的舞台上一展风采。重返巅峰的道路必定充满坎坷，就让我们一同见证吧。